量。哇！这样爆，内围，王雪推开，防守的很好，不停的推对手的脸，哎，会给对手近身的机会。双方一看这个上来这拳头的架子啊都不错。哦，接腿，接腿，抱腰，哎，好的，有机会到地面，拉倒了。好的，王雪马上站起来。詹木村没有成功，又被摔了。王雪小心保护自己的脖子。哦，好的，展平了，有机会。我们现在这边看不到啊。对，齐晨的击打。王雪要小心，别光顾着想要起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30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。帮助你持续坚挺20至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砸拳，阿老爷被砸住，一个封闭式防守把王雪箍在里面，但这个是很难长久的。王雪应该用手臂啊去撑对手的下巴。女选手啊，因为柔韧性很好，所以她腿，对，哇，漂亮，连续两次砸击，小心自己的手臂。再一次砸拳以后节奏控制得很好。对，王雪做的比较好的一点就是她身体时刻贴紧对手，哎，没错，不给对手有这个腿部变换动作的空间。是的，现在阿老爷只能防守，但是很难反击。这边还在推对手脸，想要把对手手撑开。对，撑开了，起身砸拳，砸拳，连续砸拳。我在这个位置阿老爷很难反击啊。对，阿老爷这边想做西十字过，但是这个位置非常难，对方重心已经在腿上了。翻起来，王雪骑撤，王雪要骑撤，拿背有点高了，对，小心不要从对手背上掉下来，有点高了，这个不太容易做，我们看能不能做成。那这边手的把位好像已经沉了，哎，这个是很难见到的，你这个柔韧性好到这个程度。对，因为是女选手嘛。好，翻过来，现在有机会，位置和刚才是逆转，哎，但是也没有搭住空。阿老爷现在，哎，现在锁死了，我们看有了，已经是前到了下巴下面，单手裸脚。王雪不用着急，这边对手啊停，好了，放弃了这个把位，放弃把位的话很容易让对方翻过来，翻过来了，要翻过来了，对对对对，要翻过来了。 对手啊是通过把王雪头给抱起来的这个动作，哎，把自己身体有一个支点，然后转过来。防守已经到了绳圈外侧，停，那会再中。好，比赛准备开始。哦，看看两人在经过第一回合激烈的这个缠斗之后啊，体能怎么样？在战力上，王雪是占优的。对，王雪一上来就拳打得很开，前后肘，再两拳，肘，没抱住。王雪是步步紧逼，阿老爷选择了往自己的左侧移动，再来一个，效果并不好，已经多次被王雪击中了。这不是王雪的前手啊，打的后手又一个。阿老爷现在必须得找到机会近身了，在缠斗上可能还有机会互相的进攻，在拳法上两个人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，而且似乎阿劳约的这个右肩有一点问题，缠了机会，但是被王雪的后手拳给怼回去了。对，又抱又要近身，王雪现在选择的是绝对不跟你进行缠斗。对，哦，王雪小心，哎呀，这边是自己主动倒地，一个 high kick 高位的踢，但踢的时候也要注意自己身体的位置。哎，这边有换三角的机会吗？没有，出去。哦，被对方过腿了。现在王腿是用力的推对方胯，这个动作是对的。现在赶紧启用自己的下盘啊，用下行赶紧往外出。对手啊，现在是身体压住了。哎，估计现在能挑出来挺难的。比较难。反正在绝对力量上来说，哎，王腿是抠腿翻起来，要小心。哇，对方的这个技术很好啊。
做了一个外侧内把，直接翻过了一个反方向。对，身体啊，这个安全带已经是拿住了，对，就差两条腿也进去了，拿了双腋下。好，翻过来，再次被拉平。王雪现在是把对方的一只进攻手控制住，这样是对的。对，好在对，现在实际上王雪身体可以转，因为对手是、不要往另一个方向，这个方向是给对方进攻的机会。王雪要想办法赶紧把身体转一转，摆脱对手的这个脚上的两个勾啊。阿老约现在在慢慢的想要布置成功，对，还是锁在下巴上，问题不大。下巴上啊，这机会别着急，这个时候对拿开对方，然后把下面的腿踢开一个勾，这个才有机会翻起来。没错，好的，转过来了，要往起翻，要往起翻，这边手穿回去，有机会，好的，翻起来，漂亮。王雪开始砸击，哇、连续的锤击，这几下很重啊，感觉他两年的信心被击垮了。这边有手臂十字弓的机会，两个腿跨起来、这个机会不大。王雪上身要注意，上身要注意，对，往前推，哎，往前推，这还在拉他的身体，想把他拉下来，砸服，很好的利用自己原本拳法上的力量，非常棒的一段砸击，这个就要看控制时间了，对，看谁控制的时间长。但对我们来说啊，一个选手如果你在地面上只做降服，但你做不成功的话，你是不太容易的，没有什么分数的，是的，但砸拳会有效果，对。哇，这现在室温是非常低的啊，然后闪教练满头是汗啊，师徒一体啊，现在是。好，这边还有砸击的机会，砸拳，砸拳，非常棒的砸拳，很有力量。哇，红方胜。